Hello，大家好啊，大家晚安啊。谢谢彼岸的仙女棒，大家晚上好，晚安晚安，各位你们好。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来宾啦，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有个嘉宾叫做高云爵哥。但是呢，他好像不太知道自己要入境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在化妆。谢谢 Yonggo 的 Love You，高云爵，哎，企鹅，云爵在化妆。嗨，一姐，嗨，Yonggo 你好，大家好。云爵不知道自己要入境，但我今天在宿舍，不行吗？可以吧？不行吗？可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嗨嗨，企鹅，嗨嗨，企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开这个光，Hello，我开这个光，黄黄的吗？然后把它调成白白的嘞，这样如何？白白黄黄的呀，是的。说房间。房间黄黄，哎，没有白白的吧？没有啊，没关系，你家企鹅来了，雨哲。说啊，企鹅，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啊？见家长啊，企鹅。企鹅见个家长，谢谢性格的仙女棒，小爱你好，谢谢性格的仙女棒，大家晚安。谢谢浓眉的枫叶，若婷在讲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罗瑞婷，耶！浓眉中了510分，恭喜浓眉，谢谢浓眉的枫，浓眉的枫叶，学爱学爱浓眉，你好高云爵，化妆啊，学学化妆啊，很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大家还记得我好久好久好久以前访问过一个人叫做熊妹，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吗？你们以为？只有那一次吗？错了，大家是不是以为只有那一集？不是，云爵加班，没错，云爵加班加起来，加班了，云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谢谢访你问们。主题，你们以为只有那一集，对不对？刚，熊妹最后不是说下一个人他要指定高云爵，所以我就把你找来加班了。这 Hello，云是私爵。人恩怨，恩怨，恩怨，私人恩怨，又私人恩怨，这样变可爱妹妹头，不是一直都是可爱妹妹头？我有变过发型吗？没有，没有。妹妹头啊，我还知道是妹妹头啊。谢谢小雨的告白气球，喜欢我，谢谢薯饼大王，听起来很好吃。没有腰斩，没有腰斩，还有第二集，谢谢大家。Oh my god，亚非冲天，大家晚上好，你好卡，大家会卡吗？谢谢 Miso 的真情告白，我会卡吗？我卡吗？卡卡的懂之懂之懂之，谢谢 Ben 的仙女棒，谢谢。什么腰斩？就是我上一集访问了熊妹，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然后呢，9点的时候是咱们爵哥要直播，9点的时候，所以他在我这边直播到一半就要跑了，大家就可以去看咱们爵哥。嗨，爵哥，没卡没卡吧？将有20场，什么意思？上一集都感觉有一个月了吧？几个月？有刘海，一直都有刘海，没有慷慨，谢谢大家哟。谢谢半的心之挂，谢谢，不止吧？不然什么一年吗？差不多，差不多。都还没直播一年好吗？不是2月才开始，今天声音怪怪的，没有啊，没有，可能是被小迪同化，被高云爵同化，高云爵才不会这样。没有，突然有点事，什么事？再见，下马试试再见。拜拜拜拜，闷闷的声音，
什么？我要打开我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王艺佳，佳艺王，在宿舍对，这是詹思雨，欢迎大家追踪思雨，哈里娘，把它贴上去。跟你们讲，他才刚把它撕下来了，我刚刚把它贴上去。欢迎大家追踪哈里娘。思雨 ，HANEN Underline AKB48 Team TP， 欢迎大家追踪啊！已经破10000了嘛，阿亮亮，他很苦恼要什么奖励大家？反了吗？好，把它变正的，变正的，在宿舍只会是，不是好吗？就。上次在宿舍都多久了，好吗？不然我在宿舍里头是 T 恤加牛仔裤的，好吗？回来了吧，正了吧，好正好正，欢迎大家追踪詹思雨啊！10000追踪了，恭喜哈奶娘，恭喜哈奶娘！什么都没换衣服，傻眼，这角度有点熟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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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一家板板，一家板板在加一啊！我要带我的板板出来吗？收音怪怪的吗？闷闷的声音，闷闷的声音，收音怪怪的，还是我手机的问题？没关系啦，就这样啦，就这样，大家就这样，听我闷闷的声音不好吗？偶尔要来点闷闷性感的声音，是性感吗？是性感啊！你确定？今天我哎，乌咪呢？乌咪，娘娘，娘换手机了。对啊，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就是我的手机。偶尔性感一下不错啊，闷闷的性感声音。哎，你娘。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詹思珊詹思雨。喵，好啦，应该是被詹思雨同化了。喵，不是声音的问题。哎，你刚刚那个喵好像啊。喵，有啊，可以。喵，可以了。大家好，喵，我是思雨，和你喵喵。等下回来又被思雨揍。用我桌子，哎，模仿我搞什么东西？搞什么东西 ？Hello， 思雨，思雨现在不在。陈思雨不在的时候，用思雨的桌子，用思雨的直播架，用思雨的光。没错，谢谢邓思雨。雨喵不在，雨喵不在。大家晚安，大家晚安。那我们就，先打开化妆，等他一下。等他一下，大家晚安。黑色猫咪，晚上好，晚上好，米阿妈死命，谢谢，谢谢阿妈你，阿妈你他是什么？谢谢两光的真情告白，跟真真的仙女棒，谢谢真姐。你有访问过张华华？没有，我才访问你是第二个，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第一个是熊妹啊。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下一个要指定谁，然后他要指定了你，而且在好几个月之前，我是第一集是好几个月之前，讨厌我，没有好吗？他是想要增进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吗？嗯，是吗？你们要跟一家长得有点像，喵，喵喵喵，我是你们的主子雨喵，喵，思雨我爱你。思雨，我爱你啊！只听子跟子红老师直播吗？不太敢，不太敢。雨喵气焰开了，雨喵，雨喵，大家好，果树，果树转推，果树转推，大家好啊！大家晚上好哦。傻眼。画这么久，他刚画，他刚画，他不知道自己要出来。对的，那句话不是小迪说的吗？小迪在隔壁啊，隔壁直播。小迪 ，Hello， 小迪。哎，我是显迪。大家好，大家好，不行，怎么学都像你？怎么样？我是高宇哲。
是小弟太好，小弟转退。我刚才塞了小弟两个铜锣烧，塞小弟铜锣烧，烧起来，大声一点，小弟可能会听。不要先不要，小弟在聊上海的事情嘛。Hello， 高云爵，云爵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其实我昨天在什么我最新的贴文那边有留言说明天的直播会有高云爵当来宾哦，但我觉得你们一定都没有看到，对不对？高云爵也没有看到，谢谢。高云爵也没看到，因为我直接在留言写，不好意思。意图使人变胖，哪有？被允许喊一下是吗？上一集是两个月前的事哎。哇，大家是不是以为被腰斩了呢？没有，我们这个节目持续进行。谢谢浪里的挥手的魔法棒。Hello， 天天 boy 你好，没看到什么？哦，对，你说留言，呛掉了。谢谢。根本没开始过，有好吗？我们至少有第一集，而且我们有第二集了，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开始呢。爵哥该出来了吗？还没，急什么呢？血气方刚的，真是不要急。还删掉了？什么还删掉了？没有啊。思雨怎么了？天天，你推我对不对？天天，你是不是推我？好可怕！王爷叫你不要乱学诗呀、啊，好吗？没有，我是真思雨哎，天天不是推思雨吗？不是真思雨，真思雨没有捧我云嘴吗？高一哲，还是把它撕下来好了。大家都以为我叫高云，不是以为我叫真思雨。思雨你好啊，思雨爱你哦，等你回来。大家好，我是 AKB48 建 TV 的严正生王艺娇，加油我！大家好，天哪，这种附身效果，喵喵喵！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谢谢 Miso 的 Love You。雨喵的笑声超魔性，我也喜欢雨喵的叫声。哎，像吗？不像。可以的。不错，那还不错吗？你好了吗？嗯，还没，等你。聊天，等你啊！聊呗，你慢慢聊，慢慢聊啊！可以的。那我们先进行第一个访问环节。你好，云姐，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豆豆，不是，这个说好不一样。你们知道他第一题是什么？他第一题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对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就是自我介绍啊，不是吗？为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哎，我是高云爵。爵哥，你好，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自我介绍词 ，catchphrase。好久没讲，我没有。你有那个，你有什么？那你讲你的自我介绍词，什么山猪之类的。超久没讲的。杰哥，等一下。杰哥。什么啊？好，我知道。好。我是高云爵，我是来自都市的原住民。嗨。高云爵。因为住在都市，所以我不会骑山猪。哪一族的嘞？泰雅族。泰雅族的啦，泰雅族是有纹面的嘛？呀，你想纹面吗？哎，如果你纹面的话，很酷哎。我画过哎，超很痛。没有，就是画的。你有想要刺吗？没有。很酷哎，如果哎这样的话，真的超酷的，你会突然变得超有辨识力的。我会直接成为大家的焦点。对啊，你就走出去，让我是泰雅人呢、欸。要不超酷哎、欸，不对，哎阿妞，要不要教一下大家？你会吗？你会讲吗？我会打招呼。怎么？请说。老嘎，什么？你好、哦。就是。嗯。大家好。对。老嘎，我觉得你可以去纹面哎、欸。我去纹面。很酷哎、欸。直接超酷，
直接超酷 ，cool。带你去纹面。No， 我不能纹面。什么？不是只有你们才可以纹面吗？没有啊。所以不是泰雅族也可以纹面。看人吧，我不知道。看人吗？我们尊重习俗。纹面是什么、啊？成年。是要做什么？要用那个纺织是吗？对对对对。啊，那你会纺织吗？不会啊。学一下啊，玩一下教我。是妈妈，妈妈还是爸爸，还是都行。妈妈，妈妈四岁，你是混血儿。对。Hello， 我是台中混嘉义的混血儿。什么一家不用纹了？什么太黑是吗？杰哥在化妆。Hello。假原住民，然后纹那个不是很痛吗？不是，好像。刺东西下去是吗？刺刺没有体验过，谢谢。你可以体验一下，刺在手之类的，体验一下。好痛！他是谁？什么性格？大家好，我是 AKB48TV 的研究生王一佳。你好，嘉义王。我叫嘉义王，我是 AKB48。一个字选我坑，两个字选我坑坑，三个字选我卡哇伊。谢谢大家。谢谢爵哥，我们来送一下帅姐。你还有什么想介绍的吗？今天几岁啊？快18了。那你几年级啊？那、我几 ？Hello， 学妹。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没有。学妹。这个人跟张法法一起联合攻击我哎。爵哥，爵哥是我学妹啦。没有在攻击好吗？没有在攻击的啦。童年阿嬷，什么阿嬷？有人留言说阿嬷，不是在说你啦，不是在说你。阿嬷，然后我们的第二题是为什么你当初要参加这个甄选呢？不想知道你的，不想知道我的，因为。想带给大家正能量，要散播欢乐，散播爱。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我们那时候不是有面试吗？对。那你自我介绍讲什么？你有讲动机吗？自我介绍的时候。动机吗？嗯，还是你就只是自我介绍？我应该有讲吗？我不记得。可是我有讲的话，就是讲说，因为之前有参加过。所以看到有台北团就继续。那你最早，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甄选啊。那个时候的甄选，为什么会想报名？哦，啊，最早的部分，yeah， 就是呢，认识这个团体是从。又可以讲故事，讲故事哦，注意听啊！看到马路世家学员认识的，然后就是自己崇拜的偶像，然后看到他们来台湾甄选，就想要加入他们，对，跟着前辈一起闪闪发光，跟着前辈一起，然后你，哦，你之前不是说？你说真的好想成为偶像，哎，那是什么时候？我们在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对，今天是访谈节目，这是继两个月之前的兄妹访谈节目之后的第二期访谈节目。那我们来问第三题，第三题就是，你和兄妹到底是关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等一下，我要先回答一下那个 Miso 的。爵哥不入境，刚才干嘛化妆？因为他准备要入境了，好吗？我在准备。他在准备入境 ，OK。你这个大家看，没对。留言控，留言控。那熊妹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也很怀疑耶。怎么办？你们到底好不好？同房的、啊，虽然熊妹最近好像比较少来住，同房室友。熊妹都针对我，熊妹都，但是爱之深责之切，不，他就是
针对臭小孩。臭小孩。没有啦。熊妹臭小孩，你会跟熊妹谈心吗？不会，不会，你们就是很。很相处，嗯，你们第一次接触是在村里面，对啊，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是吗？因为，嗯，我都在这个团体里面，我都跟小朋友玩，哎、欸，学妹，不是，就是我比较常跟小朋友那一圈，哎、就很奇怪，很突出，哦，没有啦，特别高吗？有吗？比较老啊。有吗？跟小朋友。我吗？我是小朋友吗？不是啊、我是同年龄。我是学姐。学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学姐。没有，你不是。嗯。所以你跟小妹就是，那个村子的时候，感觉哎，你们村子的时候，到底是在做效果，还是真的在吵架？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做效果啊！呀，圆觉效果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嗨，阿妈，阿妈你，尴尬就叫学妹，没有尴尬的好吗？感情那么好，对不对？谢谢大家，感情很好，好吗？谢谢大家。好，那这题就是没有答案，对，就是无解，无解。那为什么第四题就是？为什么你的名字有一个绝，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字？这个吗？要问妈妈。对，妈妈，不是妈妈，就是因为我二姐，她的名字的后面也是一个绝。那你二姐为什么要叫一个绝？我不知道。那你大姐，你大姐没有绝？大姐没有。可是爸爸就是觉得绝很好聽，很酷，就是喜欢这个绝，所以喜欢这个字啊，王玉啊，没有错，没有错，就是王玉这个字，这个绝，答对，绝一个绝。那你有原住民的名字吗？伊娃。哦哦。伊娃。伊娃。伊娃，未完就是你的日文名字。我没有日文名字。我一直以为伊娃是。可能算吧，伊娃。哎吧，知道。一八八 M 吗？一八八 M 吗？乌苏卡米欧巴 M 吗？我不会唱哎、欸。真的？那乌拉萨是吗？太久了吧。一家到九点半。一八八 M 吗？一八八 M 吗？嗯，绝系列对，就是二姐叫绝，大姐却没有叫绝。没有错。究竟是为什么呢？只会在这，对我只会在这，我只会一爸爸 M 吗？哒哒哒哒哒 ，Hello 茄子，茄子你好。那第五题咯，第五题就是为什么高云爵都不哎，先问为什么你喜欢摸别人的大腿？我没有。他要澄清，他是要澄清来。我没有。高云爵澄清时间开始。我已经澄清200万次了，他们不听我讲。听一下高云爵啊。我明明就是。就是摸哪里，你知道吗？伸，他伸进别人口袋，对不对？不是这个，你懂吗？就是可是，据说据张法法的证词是，你都会伸进他们的口袋，不一样的事情。摸大腿，不一样的事吗？不一样的是，口袋是衣服上的那种，冬天衣服上不是会有口袋？嗯、那个大腿差很远呢、欸。他就这样伸下去啊？没有，这是张法法的证词。不一样，不一样吗？张法法乱讲，他也会伸我的、啊，他也会伸你看。可是你先伸他的吧，没有，他敢伸你的，没有。所以这是你的第二个嗜好吗？不是，才不是。欸、我打开了什么？我是不是把 PS4 打开了？那你在开关在上面吗？我不知道。不是啊，我只是快了一下。哑巴。哑巴，哎、欸，他发光了，那你关他？怎么关？我连他为什么会打开都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想知道 PS4 要怎么把它关起来了？哎、欸，它亮了，它亮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它开了。思雨，我爱你啊！思雨，思雨，我爱你。拔掉电源，会坏吧？对啊，不
不要乱拔，反正就让他开，帮思雨待机好吗？等下思雨回来可以接我。现在知道现在几月吗？应该是七月半之类的东西，没有关系好吗？没有关系好吗？是自己按到了，我是开在这里，他就开了，可能那边是开关吧。原来如此，从他想，你想到答案了吗？你想到答案了？傻眼。他要解答，他要解答，他要解答。你要什么解答？为什么？所以你喜欢伸别人的口袋跟？你要不要示范一下？你把你的膝盖举起来。示范一下，你到底是想怎样？不要不要，这个吧，最假装说的膝盖、嗯，这是膝盖。对，然后就你们会这样子够这样子弄吗？就是会很痒，所以你喜欢弄痒别人？对，没有，就是无聊的时候，刚觉得兴趣是弄痒别人，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不是喜欢摸大腿。他是喜欢弄痒别人，这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的事啊！解释不完啦，不是王一哲，好高人真，让我解释。好，你解释，你解释。你看，这也是一个让我解释两百万遍的人。你解释，你解释，来来来，解释讲完了。他喜欢这，他喜欢。我不怪他，不是摸大腿，是摸膝盖。对，对，是摸膝盖，不是。好事对你进来你都化完妆了然后呢玩弄那你为什么不玩我什么问题这个这是什么问题请问哎，至少我没有问说你为什么不摸我大腿我现在是为什么你不玩我你之前不是在我直播说你为什么不摸我大腿可是你我现在让你解释完了所以发现高安全并不是摸大腿是玩弄别人的膝盖很奇怪、啊、这个你好奇怪啊这个道理就跟麻油也不打我屁股一样那你去问为什么麻油不打你屁股为什么麻油不打我那我们现在打给麻油还有雨林也不亲我的道理那你问雨林为什么不亲雨林你为什么不亲我喂喂雨林喂喂啊这哎、欸、这是熊妹喂我的熊妹你为什么熊妹回家熊妹你回一下啊回到宿舍，你多久没回宿舍了，小妹？玩更糟糕，太糟糕了，爱瘙痒的，变特不是好吗？大家要听一下云雀的解释。小妹中枪没有错。好的，那我们马上进第六题喽。就是进来这个团体之后印象，哎，先这个，继续。到底干嘛？进来这个团体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突然这么的？那谁？谢谢两公的新之冠。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王一佳很奇怪。哪有人会？小妹谁比较奇怪？哪有人会要求自己？不是，哪有人会要求别人摸自己大腿啦？就是都没有人。都奇怪要跟我的时候奇怪下一下性格的性之冠来个爱心爱心摸不到我们何地爱心啊谢谢我跟熊妹谁比较奇怪都很奇怪熊妹学坏了大家熊妹最近越来越不讲道理了怎样请诉说什么都说是我做的太坏了怎样像他说他的坏是我教他的我没有高安觉得很乖我很乖高安觉得很乖高安觉得会说请谢谢对不起对啊有礼貌赞高安觉得乖孩子呢弟子熊妹特质不是好吗熊妹我爱你没有所以印象最深刻的事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很奇怪是吗没有更特别的事吗我那么特别吗你看我在你心中那么特别有点感动怎么办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怎么办水仙包现在这个团体之后爱上了水仙包、啊、你的印象是水仙包很好吃不是如何如何如果我那么特别吗？
对啊，让你印象那么深刻。对呀、啊，好开心哦！为什么我在你旁边，我的脸这么大？往后退！你不要一直退，你不要一直退。什么活动啊？有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印象深刻的活动，夏日祭典啊，动漫展啊。夏日祭典，哎、欸，你说夏日祭，他今天穿夏日祭典出门。今天穿了夏日祭典出门，好好看呐、啊！谢谢七七，请大家哎，这件有做商品吗？扇子，大家购买一下扇子哦！谢谢大家。原来称赞过一家可爱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要不要现在称赞一下？谢谢，乖，谢谢可爱了，耶！快闪啦，快闪，印象深刻吗？快闪，没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了，夏日祭典的时候不是他自我介绍吗？嗯，然后那时候是算爵哥这个名字出来之后第一次的活动，所以大家喊我爵哥，这个都吓到。爵哥啊，爵哥，何仙的部分，这是官方吐槽吗？首先是那个啊，修行家先，是一家事，是一家官方吐槽，家事吐槽，修炼成人，本来就是了。所以印象最深刻是被大家叫爵哥，算是的，大家都叫他谁，都叫一下爵哥，爵哥叫一下，哎、欸，好，哎、啊、哎、欸欸欸，第七、欸、你是最喜欢的成员，除了自己以外是谁？这里走心哦。谢谢浪里的挥手的红宝石钥匙。他在做这题的时候，我直接说是我自己，所以他后面又多了一个括号，说出了自己，超过分的，不行。哎呦，不行。是谁？走心哦。他不是团员啊。企鹅要不要选一下二期生啊？没有啦，成员不能。没有最喜欢，大家都爱好吗？最喜欢就是大家都喜欢，总有一个最喜欢的。没有，大家都一样最喜欢，大家都最喜欢。那你推谁啊？我推林姐，谢谢。我推林姐。哎呀，小迪应该觉得怎么那么巧？我推林姐，谢谢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推的啊？很久以前。开心哦，渣男发言没有啊、哦？大家都喜欢以外，就是有一个神推嘛，就是林杰，谢谢。最喜欢的成员就是林杰，知道该说谁了，知道该说谁了吧？没有，就是最喜欢的，没有，除了自己以外是谁呢？我不跟你玩，谢谢你，不跟你玩。好，那你要加入林杰迷妹团了。好，加入啊，加入起来。下一个是最喜欢 AKB48 的哪首歌？等一下，笑什么？这题很好笑吗？这题很震惊哎。不是啊，因为他后面多了一句。现场演唱，对，演唱一两句，一两句而已啊，一两句而已啊。好，我喜欢，我有喜欢的 Love 休息，打一下歌啊，打歌打一下，耶耶 ，Be Festival， 专业打歌啊，好，最喜欢。好，最喜欢。如果没有 TTP Festival 跟 Love 休息，如果我没有这个团体的话，你会因为我知道你一定最喜欢我们团体的歌了。那除了我们团体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歌？谢谢性格麦克风 River， 最喜欢 River 要唱呀 ，Forever 的 River，Forev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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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 好。现场唱一下，现场怎么唱？唱一下你的爱歌，你的爱歌。君の目の前に、啦啦啦啦啦啦啦。耶！好难哦，唱一下，而且七七跟
琪琪跟雨晴，也是品涵。琪琪跟雨晴，跟雨晴，谢谢。两个两琴两琴双琴 ，World of Billy 演唱的这首歌。大家如果官方影片出来之后，也可以去听一下。现在应该没有官方影片。我没办法开头啊。开下头。哎，这不是。OK， 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好，那你有第二喜欢的歌吗？第二喜欢的，我没有想过哎，没有想过。那你有喜欢的吗？我喜欢《夕陽が空見ているか》。Yes。River 不是应该唱最前面吗？对啊，怎么直接？来，对啊，最前面啊！哎呀，思密，谢谢傻狗语，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唱完了吗？米手乐乐科，啊，米手乐乐科呀，米手乐乐科得到大家的关注哎。晚安，阿基拉，晚安，夕阳控喜欢的歌，没有，那首歌很好听，好吗？然后呢？第七题，第八题，不对，第九题，是吗？第九题，第九题是，你最想要精通的语言是什么？动物语言，动物哦，就是可以跟动物沟通。对，什么动物？蟑螂？不要，想说你可不可以走？你开一走，小不要来我们这。对，你去隔壁也可以，可以不要。你去那个小迪的房间里面，你不要在外面。在小迪直播的时候，对，不行，不要被小迪出镜了。这绝对是我请大家剪辑起来。没有，小迪爱你哦，好吗？最爱史迪奇，谢谢。Love you， 小迪爱你，蟑螂。蟑螂，那你想跟什么动物沟通？黄一佳，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跟我沟通？可以啦，我们可以沟通的。可以。那你想跟什么动物沟通 ？Cat。你要跟猫咪。我要跟鱼喵沟通。我要跟鱼沟通。对。哎，你真是无厘头了。大家好。喵在哪里？喵。我是你的主子鱼喵。对耶。开心吗？跟我沟通了。可以啊，这样说吗？可以啊，嘿，你要变成乌咪，你想跟乌咪沟通喵？可是你没有看过乌咪，对不对？对啊，那你带乌咪来宿舍，他会把你抓破皮，没有关系，我甘愿，交给你啊，都给你抓，谢谢笨蛋，谢你吧。宿舍乌咪，对啊，完全是宿舍乌咪。喵。给云卷的猫咪个人秀，请开始。喵喵喵，很痒，请住手，请住手，不要这样。猫咪不理解没有？对，他直接拒绝我，直接不想带上来。好可爱，怎么办？他说你很可爱，来，请喵喵喵。谢谢大家。高云卷9点要直播，谢谢大家。请大家去追踪。高云泉直播间以及他的 IG JUE 什么1020 Underline AKB48 TV 乌咪丑丑，对，乌咪的长超丑的，为什么？他很丑，他是不是很臭？剥沙，对，他都去摸他的便便。云泉去加一碗，云泉都去找企鹅，要开学了，开学了啦！欢迎云泉来吃鸡肉饭啊，把你们吃掉啊！不是有加面那次吗？什么东西？鸡肉饭没有，是凉面。凉面，你想吃鸡肉饭加美乃滋，我是可以帮你特制一碗。不要，我鸡肉饭美乃滋，帮你特制一碗，如何？那你要先试吃，试毒。试毒鸡肉饭美乃滋听起来不错，大家吃一下。乌咪卫生习惯，可能他那个时候刚好摸完便便，还没有帮自己舔干净。偶像养的猫怎么会臭？还有道理哦，感觉牛奶糖就很香，对不对？真的，还没有闻过牛奶糖，还想去吸猫，吸猫吸起来，吸吸吸。
谢谢妍希。然后呢？然后第十题是，你喜欢自己的长发还是短发？因为大家知道，在 TP 时期的时候，高音觉得头发到屁股吧，超长，长到一个爆炸，这么长，现在已经到一半了。对啊，你也快了，你是不是又要去捐了？好想要、哦。然后云爵那个时候，心地善良，害怕。你是捐吗？你不是捐的、啊，心地善良啊！我想说，我现在就不善良了吗？这现在从以前到现在都心地善良，他以前留了很长的头发，留到屁股，呀呀，然后就去剪了头发，就是给谁？小朋友，给癌症的吧，癌症的小朋友，就是心地善良，然后他现在要留那么长，那你喜欢你的长发还是短发？我喜欢我一年前的长度，就是刚剪啊。哦这边吧这，那你想剪更短吗？肉肉头，不要尝试。不会，我不会想剪那样发发头。我驾驭得起吗？等等，你可以驾驭看看，驾驭不起，你就戴个假发嘛，他们也不会知道。刘海，刘海。可是，哎，你有剪过妹妹头吗？有啊，这个事情 ，TP 是吗？嗯，不是。所以我没有看过，对不对？我有看过，有啦，我有看过，有，我有看过，有。什么时候 ？TP， 对啊，他忘，他没有在 care 我啦。还要等下一位，下一位，下一集，所以你喜欢一年前的长度，对，但是爵哥了，很帅哦，没有错，爵哥的发型可以很帅，爵哥哎，爵哥尝试一下帅。哥呢？帅哥发型啊，尝试一下。那下一题是什么？哦，有想过剪刘海吗？现在还会想吗？不会。就你喜欢，你是不是要朝跟那个林姐一样？对。他还要留中分了。而且，是不是学哥现在都可以这样拨头发，这样拨一下，拨一下。而且，什么？你跳什么舞啊？你跳什么舞？我在看你跳一下，我也不知道，反正有时候看有看你跳舞，然后你就会在跳舞的时候这样拨一下。哇，杰哥，杰哥拨头发了，叫范美乃滋土方，哎，你知道土方吗？你知道银魂吗？嗯，那叫银魂，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土方，嗯，然后他吃什么东西都要加美乃滋。是加一整圈，对，就是我有看过，这是有个久以前的回忆，而且英文还完结了，真的，但是我还没有去看。土方是美乃滋，应该想跟我驾驭不起，因为我额头很容易长痘痘，所以我可能就是拨起来就不。我觉得是你的刘海的关系，搞不好你留长就没有痘痘。是吗？可是如果留长之后长痘痘就回不去了。哑巴都遮不起来嘞，不会啦，会啦。维力加美乃滋，维力炸酱面，加美乃滋，加油啊，高恩泽，尝试一下，维力炸酱面美乃滋，加一下，加一下。好，那我们下一题，男生送你什么东西你会心动？哎，帮你们问的哎，大家什么？好言娱乐官方网址，请大家寄出这里，先生，有没有人帮我们打一下那个网址？公司没有错，公司地址。那你问的，送你什么东西你会心动？无敌那个玩具总动员，对，最近很玩具反斗城，玩具反斗城四，没有玩具总动员，玩动反斗。玩豆反斗玩具反斗城四，玩具反斗城是啊，不错啊，什么东西？玩具反斗城是玩，所以喜欢护底啊，有，谢谢两光这里，对，来按这个官方网址进去，官方网址看到我们那个公司的地址，他就可以把护底，没错，谢谢，谢谢两光，高银爵收。谢谢哈斯帮你们问的、啊。
点不到，点不到，自己贴上，自己打，抄一下，截图，找那个 AKB48TV 就可以知道了啦。没有，台北市信义区烟厂路88号五龙之基，大家注意一下。一下喜欢八次光年，一下喜欢。我昨天跟他说我喜欢八次光年，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啊，八次光头。他说你为什么会喜欢八次光头？我没有，我是讲座。而且重点是，八次光年真的光头哎、欸。因为我一想八思光年讲怎样，我就想到他光头，然后我又正好在讲他的名字，就变成八思光头。我想天啊，八思光年好像真的光头。恭喜他有个新绰号，耶、yeah ！八思光头，没有错。你可以按我这里。我要干，要飞冲击。大家好，我是八思光头，我有那个触动感应。我要干，要飞冲击。什么语言？那个广东话啊，是小迪教我的。真的？对啊，对是。我们家干，你要飞兄弟，就是中文版不是什么浩瀚？哎、欸，浩瀚宇宙飞向无敌。嗯，浩瀚宇宙飞向无敌。哎，对啊。然后对，然后广东话就是八思光年一飞冲天。要飞兄弟。没错，就是广东话妈妈飞向我该讲什么？浩瀚宇宙飞向浩瀚宇宙，哑巴！浩瀚宇宙飞向无敌，我想说，没有错，我说那里怪怪的，飞向宇宙，浩瀚宇宙飞向无敌，谢谢小孩子看好你，有一个正妹比一家还要耀眼，耀眼的太阳连续夜的呼呼。飞向脉搏，飞向光头，泡泡羽毛。谢谢浓眉的好多仙女棒送你的，谢谢浓眉的仙女棒，谢谢浓眉送给高云爵的仙女棒，棒，专业打歌，打歌打起来了，就说20题会问很快，而且我们只打到18题，我们还有2题耶，问号，好。那第13题是进来这个团体之后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哦，我刚才看了。好，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跟浓眉的玫瑰，谢谢。最想要做的事情，嗯，最想要赶快出活动，出活动当 Center。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当 Center？不敢讲了，许愿一下，谢谢浓眉的 VIP 人气小雪人，谢谢，送给你的，不是，米索乱讲，摸大腿，现在是团体，不要再造谣了，大家，不是摸大腿，大家你们不要再造谣了，谢谢月月送了一个高圆觉觉哥姐的棒，谢谢浪人挥手的红宝石钥匙跟小爱的人际选票，不是骚扬，是他很无聊的时候才会做，对，好吗？不要再造谣了。对，觉哥没有摸大腿，没有错，是谁说的？王一家，不是最早，不是我，最早是谁？承认，我是你吗？谁啊？是不是你出来说其实我是摸大腿？不是我，是村子的其中一个，可能是曾诗雨。曾诗雨，诗雨，我们爱你啊！我们爱你啊！谢谢。好，谢谢小爱的蓝色应援棒。好，看到一家的不无聊，谢谢不无聊。觉得有点无聊吗？觉得无聊吗？觉得哦，对你看到我就觉得不会无聊，所以才不摸。对啊，这样。对啊，可是他在宿舍以前，我们是不是很不熟？嗯，我们最近最还是826练习那个时候，826练习我们熟吗？不熟啊，啊练习完嘞，还是不熟，还是不熟。哦，是哦，那我们现在熟吗？熟吧，啊熟，云爵认真的熟，谢谢，不是我单方面的熟啦，云爵也觉得熟起来。对啊，不摸我啊，没关系，我们家很熟，而且所以我们是进宿舍之后才熟，而且进宿舍还要过几个礼拜。没有，米索连看我的台都在想着杰星，
太过分了，太快了吧，坏透了。Miso，你身为什么一家，你是一家成推是吗？怎么看着一家的台想的决心，太过分了。Miso，现在小爱要走了吗？小爱你要走了，小爱辛苦，拜拜。Miso太坏了，这样真的不行啊。捷径快开，对，捷径快开。Miso说看决心，好开心。好，姐姐 Miso 拜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太坏了，太过分了。Miso，女团声音怎样？真的还可以啊。一家在宿舍，云爵常不来，云爵常在，云爵在的好吗？现在是熊妹不在，懂吗？没有。现在熊妹比较常不在，云爵怎么那么白啊？你再抢过去，云爵圣光。谢谢耶！你觉得传过去会有圣光？谢谢 Ben 的魔法棒跟 Miso 的 Love You， 小爱拜拜，小爱辛苦了，拜。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只是在唱郭靖的歌，郭靖的歌，谢谢郭靖老师的歌。好啦，下一题。所以进来这个团体就想当 center。那你如果选一首歌当 center， 你最想选哪一首歌 ？River， 这样很帅，就唱最前面那一个。唱一下，好难啊！唱一下，我们这样就可以剪一下，然后传给公司。我们是什么？我们 TTP 吗？不知道哎。不知道yep. TTP 好，那你就先唱 TP TTP Festival 好 TTP 为什么是 Festival？ 唱一下 TTP TTP 48这哈我们是好开始 Go 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什么 Yeah TTP Festival 不知道唱 River， 耶！不知道唱 River， 再唱 River， 我好，什么暴雷？没有暴雷，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啊！没有，他只说他想当 River 的 Center， 加油！刚觉得一家刘海，一家刘海怎么？一家的刘海不是都长这样吗？看见表情，真的吗？不知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下一题是什么？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帮你们问对吧？最喜欢的食物怎么办？最喜欢食物呀，拜。男生送你什么食物你会心动？送我什么食物？我就要看心情哎。我们公司不能送食物。没关系，我觉得要看心情哎、欸，看心情。那你今天，你现在 right now 想吃什么 ？right now 想吃冰淇淋，真的真的炸 Oreo 也不错啊。早哎、欸，谢谢，拜了，谢谢 Oreo。现在等一下炸 Oreo， 炸 Oreo 就算了，谢谢。那你要不要去后面喝那个绿豆沙？你吃冰，买了一杯绿豆沙。可以送宵夜，不要乱送宵夜照片好吗？送我烧肉，谢谢，请我吃烧肉就行了。烧肉很贵、欸，对啊，好吃，好吃，好吃鸡肉饭。您觉得想要吃鸡肉饭加美乃滋？我还好。您觉得对？您觉得喜欢？哎呀，性格很懂。您觉得喜欢吃烧肉？烧肉吃起来，谢谢性格，性格。照片不要乱，不要在半夜的时候乱传照片给我们好吗？我就把你们封锁，乱传照片就把你们封锁。鸡肉饭，绝对要吃鸡肉饭。不要 ，Miso 明天要吃烧肉，你们要吃烧肉是吗？好，赶快略过吃这个话题，再见。理想的身高是什么？几公分？160。那你现在多少？16345。不知道，1600，不是，出门，不是
Too much， 好。Too much， 所以你要变矮哦。对啊。你觉得你太高哦？我觉得我太高了。你融入不了我吗？啊？你是不是觉得融入不了我？还在说什么？分点给我啊！这个人在说什么？请问一下。分点给我啊！看不懂。分点身高。分点身高给我，谢谢大家。觉得这样刚好，对啊，我也觉得你这样刚好。我觉得你太高哎、欸，为什么？这样很好啊，心灵上的很高。这样子你拍到就不会被挡住。啊、哦，没有、啊。可是这样你就要站后面。对，我就要站后面，然后我还是会被挡住。欸、好像是哎、欸，所以我要矮一点啊。好像是这样就可以站在，就可以在最前面，反正就是看得到，对，超级看得到的地方。好像是哎、欸，不然我都要站最后面。天哪，好像有道理。可是160还是很高哦。那159好了，159也没差多少吧。要站前面大概要155。啊，那中间呢？中间第二排。对啊，第二排就159啊，对啊，那159不错啊，159啊，所以你要站第二排，你可以站第一排啊，155、139，好好好，138，29公分，你觉得哎，高云杰什么？高云杰你好，29公分，嗨，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这样子你也出去会被别人注目哎、欸，不会，根本不会有人看到你，对，哎，我突然踩到。别踩下去！这里有东西，甘姐，甘姐走在这里，傻眼！而且我刚才进来要直播的时候，还不小心踢到我的小拇指，超痛！踢到什么？那个吗？我不知道踢到什么，反正超痛。你知道踢到脚真的是跟踩到乐高一样痛，傻眼！一下拍，哎、欸，对啊，我拍照比 TV 遮到脸哎、欸，而且完全不觉得会遮到，我比在这个高度吧。我觉得是角度，你可能拍起来是这样。对啊，我拍起来是这样，我觉得是角度的问题。我大概比到这里而已啊，我就比这里，然后拍到起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超奇怪的，真的很痛吧？139太矮。踢到我？啊，有没有？你怎么在这里？没有。断脚趾真的超痛。晚安，晚安，晚安，晚上好，高云泽。他喝醉，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感觉他好奇怪，大家他扶我回家，他平常你已经在了，感觉扶我回家。他平常都这样子吗？我怎么觉得会痛？感觉走扶我回家，先走个几天，十天。那我怎么走十天啊？走十天走回去吗？然后再走十天上来。哇！你要直接回台中啊？谢谢老师的仙女棒，我还要上课。你要上？哎、欸，什么？哎、欸，高云觉得法师才玩出手，一个多少？请把钱回到沙莲王。住手 ！Hello，Hello， 我想请勿饮酒。哎、欸，我们快成年了、欸。对啊。对不对，学妹？我好像比你大、欸。学妹，我们快成年了。我好像比你大呢。你比我快18，好可怕，好高云杰，我没有18岁嘞、欸，我没有18，什么东西？还有嘉义王，什么还有嘉义王？什么還？你觉得跟你谁？所以我是顺便的是吗？他跟你谁嗨？耶、yeah! ！嗨，斗力绝，好，是斗力绝啦，谢谢。Hello， 斗力绝，你好。你开学还有3天，趁现在，对，赶快走回去，走回来还来得及，这样，用跑走回哇，加油加油，谢谢，大家加油啊，加油，大家加油，自己跑啊，所以你想要变矮3公分，帮你压，压得下去吗？压下去啊，这是削骨吧，这个，削骨不是会变更长吗？是吗？因为不是打断。不是有种变高是打断骨头，然后让它长？对啊，好像是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去研究。会去健身房吗？不会。你有去过吗？一次。一次，谢谢。对，一次而已。好，那第16题是为什么你每次出门都要加一件衬衫？就是，啊，他今天出门也是穿这个。
夏日祭典的衣服，我说你干嘛穿夏日祭典的衣服？那种安全感，你们懂吗？他穿夏日祭典的衣服，然后外面加了一件衬衫，安全感，你安全感不好。不是啊，就是安全感，就是觉得带一件外套蛮很好啊，不是吗？防晒耶，对啊之类的。怪你那么白，我耶。原来是防晒的部分，拜拜拜拜，防晒感觉穿衬衫，加油王穿一下，穿加油王就不穿衬衫了，直接晒晒起来，加油王晒起来。所以你衬衫有几件啊？两件啊，那就轮着两件，对啊，没有错，没有错的啦。红黑不热，透气的，蛮透的吧？嗯，我也不知道。薄衬衫，嗯、薄，很薄。那为什么你直播的时候不穿衬衫？因为你在我身边有安全感。因为我在室内，谢谢。还是在我身边有安全感。因为我在室内，在我身边，谢谢大家。衬衫短袖花衬衫。怎么突然瑞婷？没有瑞婷啊！怎么突然瑞婷？瑞婷在直播哈，瑞婷。嗨 ，Hello， 大家好，今天好像有什么二十几个人都直播吧？我是罗瑞婷，大家好。哎，不对，高云杰，我是罗瑞婷，我是我是罗瑞婷，他会慢慢的。我是罗瑞婷，耶、yeah! ！可以叫我婷婷哟。哈，这边有这一趴吗？没有。我是罗瑞婷，咦？他这样，他都这样哦。我是罗瑞婷，欸、教育王。对我，他对我跟对门不一样。超凶的，不一样。不要模仿错乱。我是高云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高云泽，高云泽，谢谢下一位，杰哥，下一题，你参加这个团体的时候有被反对吗？没有，非常顺利，非常的顺利，为什么那么顺利？大家都想要你加入这个团体。哎、欸，我们可以去转动哎、欸！一转，我的人生很顺利耶，怎么办？没有啊，你不是想念你台中的朋友们？对啊，还很想他在台中的朋友，大家快来找他玩！来台，哎、欸，他们好像有来，他们来过，他们来过。可是没有找我，谢谢大家。没有找我，我们不太好。我们来台，我们不好，讲一次，我们不好，我们不好了吗？我们不好，我们不好了吗？哎，你真想家。整体都很帅的枫叶，整体都很帅的枫叶。谢谢，谢谢大家好，我们是边缘者联盟，要耶。你觉得可以组合组队？你觉得有我？元杰，我嘉义，我现在在台北。那你这礼拜不要回去？我开学，你不是也要开学？对啊，开学。那你是回去一天又要回来？对啊。那你不要开学了啦！我礼拜四回去，然后礼拜五要开学，然后礼拜五晚上我要再跟我来。你不要回去。谢谢大家，不用开学了。台北就在嘉义隔壁嘛，中间有台中吗？嗯，有吧。嘉义不是在台北隔壁。现在彼岸的戳戳你进来，不戳了，别戳了。大家，谢谢彼岸先生。所以，哎、欸，那你当初是怎么跟他们说你要参加甄选？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讲，先斩后奏，先做。那个嘞 ，AKB 研究生的时候，我原本想要找朋友一起，可是他好像，他都遇到考试吧，现在也是，都刚好遇到考试，太伤心了，太伤心了吧，太伤心了，太伤心了，所以他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
报 AKB 研究生也是先斩后奏，先做再说。还是你有讲 AKB 的时候有讲，就是找他一起，可是呵呵太开心，太伤心，太开心了吧？了吧然后你这个是哎，那你是什么时候讲的？上了要投票的阶段的时候，对，所以你也是面试一个人去。对啊，就是都是妈妈陪我。哎，那妈妈知道啊？哦，没有啦，朋友啊，朋友不知道。朋友不知道。我说你跟妈妈他们是什么时候讲的？他们叫我去的。他们叫你去的。谢谢陈立都很帅的浇水跟掌声鼓励跟 love you。Yeah。他们叫你去的。没有错。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很少会遇到这样诶。很少吗？对啊。不是通常都是就是自己要参加然后跟他们说那是不行。所以你是吗？我好像也不是欸。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妈妈在晒衣服，然后晒完衣服回来。欸 ，Hello， 妈妈，注意，她要讲故事了， Hello? 注意。妈妈你好，我知道妈妈在看。Hello， 妈妈，妈妈 ，Hello， 你好啊。什么？刚才没对到拍，现在整体都很帅的，看好你哦，跟荧光棒跟眼睛也这样子哦。妈妈你好。我要说你咯妈妈。那个时候妈妈就晒完衣服的时候，然后就说我就拿着那个报名的那什么表，对，宣传的东西之类的，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参加这个，那妈妈就说可以啊，抱抱看啊，只要不要影响到课业就好啊。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后来我问妈妈说，当初我在报的时候你有觉得我会上吗？然后他就说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会上啊。真的是妈妈滤镜耶，我觉得我妈妈的妈妈滤镜超重的，真的，她都会觉得女儿超棒，女儿什么都行。谢谢浪里藤灰熊的蓝色应援棒。那你嘞，你妈妈也觉得你一开始就会上？当然，就是妈妈滤镜，想起来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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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一个亲右脸，一个亲左脸，比较公平。什么？他说你要亲我的右脸，我要亲你的左脸。好，来。为什么？为什么？哈？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谢谢笨的胶水跟整体都很帅的 kiss 啾啾，谢谢。啾啾啾。为什么？谢谢老沙的人气选票，谢谢老沙，而且高云杰还有在9点的时候有直播，没有错，而且到几点嘞？到10点半，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口号现在是不是在直播？口号好像8点，现在吗？对啊，看一下口号。今天就是宿舍族，除了喊你娘，他有回来吗？狗爸他直播，真的叫狗爸，狗哈鲁，这在哪里？狗哈鲁，刚才他们在哪？狗哈鲁跑了，狗啊，狗哈鲁酱，回来啊，狗哈鲁，狗哈鲁回来哦。口哈鲁酱，他透明，他是透明。口哈鲁酱，他是透明，跟我一样。对，我们都透明。啊，我们都很透明，大家都看不到我们。边缘，直播看直播，口哈在悲伤的家，口哈鲁酱，口哈鲁，谢谢 Ben 的魔法棒。口哈鲁，哈鲁口哈鲁。可爱的拜拜，拜，可爱的讲拜。今天大家都直播，播起来，播起来。哎，最后一题啦，18题。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少po文呢？因为没有去外面玩，就是没有，我不太拍照。你可以跟我拍照啊。然后你的版面就是。
跟王一家合照，跟王一家的合照。Too much， 谢谢。摆在超满王一家。耶、yeah! ！我想要充满乌咪，你要充满我拍乌咪的照片传给你啊！好，然后放在 IG 上说，这是王一家传给我的乌咪的照片，真是很可爱。我也想，然后再下一篇文，我也想成为一只猫，然后再放一张网络上抓下来的猫咪的照片。然后就说我成功成为一只猫了，然后就是自己带猫儿的照片。耶、yeah. 啊，好像不错啊，去买一个猫耳啊。我有哎、欸，猫耳戴啊，来想拿来戴啊，白的。他们跟我说这是什么？狐狸？不是，狐狸精。我忘记他们说什么。嗨，玉超你好。啊，哎、欸，高文杰挂别人电话，谢谢。在讲整理到很帅的人进水庙跟浇水。我们的爵哥。霸气的挂了他朋友的电话，妈妈，妈妈，他是你妈妈？对，这个霸气的挂了妈妈的电话，妈妈 sorry 啊，妈妈 sorry 啊，谢谢珍姐的浇水，珍珍要报二期生，跟他宣传一下，谁？珍珍，珍珍，珍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这美妙的时候，像一片璀璨缤纷的宇宙。Hello， 阿廖哥哥，我要录音给他。像一片，我在跟王一家直播啊。Hello， 姐，嗯，哈哈，姐妈妈好，嗨，Hello， 姐家长了。那么快就见家长了，恥ずかしい。なんでやねん。なんで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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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マス。は？マス。は？谢谢 DJ One的玫瑰，谢谢。很害羞，真的很害羞。阿姨，来，欢迎加入。哎，隔壁房的，进这边。真的耶。呼呼呼。耶，岳母好。好。好啊，阿六，阿六哥哥，阿乱说，阿六不是叔叔吗？哎、欸，叔叔、哦，他说的，西西说的，西西说的，我说郑宇威，小妹在郑宇威为什么有绿高高？啊，郑宇威是不是很常来看我啊？他上次也有来看我，姐姐。教主台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为什么？啊、教主在旁边不是、哦？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为什么？我们宿舍没有那个蓝蓝的地方吧？对，大家好，柯翰不在宿舍吧？柯翰不在。谢谢蓝点的玫瑰，小妹来找妈妈。哎，小妹刚刚一直被我们 diss， 没有，没有，我们跟小妹感情很好。她来找，嗨，小妹，她不是来找你的，没关系啊。所以你跟熊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熊妹晚安，大家晚安。因为我是这里发出的，不是，志伟不是 ，Hello， 熊妹 ，Hello， 今天不是 diss 熊妹，没有，哎、欸，熊妹，今天是那个你指定的云爵的访问集，你上次不是指定了云爵？小妹指定有云霄，谢谢小妹。嗯，小妹爱我，谢谢爱我的熊妹。会动了，什么会动了？什么会动起来啊？动起来！在两个月前指定的，要爆料，爆料啥？那我下一个指定是要等四个月，四个月越来越久，然后再下一次就是六个月。对，然后八个月。哎、欸，你看他的爵，没关系啊，正好威啊，正好威 ，Hello， 好威，你觉得下次会指定谁？你可以先讲，我还在考虑，还在考虑很久，那就子红老师好了。对，这难度突然 level 的嘣，那都有点太高。谁？十二月要找谁呢？那你找，那你找 Stitch 啊 ！Stitch！Stitch！Hello，Stitch！Stitch！
觉难度爆。那子红老师，请问你该跟我一起直播吗？子红老师说，好，不好意思，我有点忙。几年后，是几年后 ？Hello， 姐姐好，我的仙女棒。一开始妹妹头，所以我什么时候不是妹妹头？我不是一直都是妹妹头吗？吗？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で？现场教学一杯重点，学习的太阳，期待子红老师。子红老师问他什么问题呢？用户名安静，谢谢。旁边怎么有一个额头？是。哈哈哈喽，我是，看来是瑞婷关了呢。瑞婷关了，哇，这来靠了台了。哈喽，我是帐篷刘海。好，谢谢，谢谢。哟，谢谢大家都从瑞婷的台过来。哈喽，大家晚安。今天看起来比较呆，没有好吗？没有，就看起来比较性感。有吗？没有，谢谢，谢谢 DJ 换成玫瑰。那王一家就是有一种很王一家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怎样？原来瑞婷关台了，没错，瑞婷关台，大家都来了。喵，谢谢喵。喵喵喵！欢迎大家收看。喵喵喵！喵喵，我是你们的主子鱼喵。哦。哇，你要去哪嘞？拜拜。他骗不到去。耶。哎。慢点。二少爷，思雨。Hello， 思雨。大家好啊，晚上好，卷爷你好，好，这些现在才回来，没错，九点的时候，云爵宝宝开台的时候，大家看去看爵宝宝，宝宝要在5分钟之内开，没有，爵宝宝什么时候走？哦，55分，55分要开，谢谢 Miso 先走过来。谢谢达达的枫叶。看瑞婷台说一家比瑞，沃斯好好说话哦，沃斯好好说话哦。好的，那我们的问题好像都问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可以问爵宝宝啊，宝宝啊。大家宝宝在呀，大家有爵宝宝好卡，好卡，好卡吗？大家都说很顺。13、14、15，今天到9:30，对啊。12、30，什么东西？受伤？没有啦，很棒哦，很棒哦。但是瑞婷还说一家没瑞婷可爱，好，谢谢。请问胖胖姐，当初怀小妹怀多？没，谢谢。怀胎12个月。用户名现在在考虑要不要来看我的胎，算了，不理你，我不理你。怀胎12个月，好不容易。好，好，性格可爱，都可爱。好，12个月。啊，为什么会？哎，这个题目回答过了，米索，请问你刚刚有在看一家直播吗？不认真看一家直播啊？还想着杰西，请你什么时候开台啊？林杰西，米索讲过了好吗？对，那米索你刚才是不是不在啊？米索是被 diss。9:37 ，OK， 自动延后7分钟是吗 ？Miso 刚哦 ，Miso 刚才在瑞婷那边啊 ，Miso 刚才在瑞婷那里 ，OK，Miso 各种不认，好 Miso， 真的是不太 OK 呢 ，Miso 啊，哦 ，Miso 疼哎，我们才从瑞婷过来，但不知道你被摸了没。就是啊 ，Miso 也不知道吗？瑞婷，对，瑞婷是真肌肉饭，谢谢瑞婷。
好险，刚才都在看瑞婷。嗯，好，谢谢，谢谢大家。为什么一下审核在一直在开直播的时候会转台？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好奇怪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我要走了，拜拜。等一下，你要指定哦 ，Syndicate， 谢谢。Syndicate， 他指定了 Syndicate， 等我一点。我们的绝宝宝要。宝宝要去直播了，所以宝宝要开直播了。听我解释，好，听你解释。你说还会退追踪队，还会退追踪再追踪。好 ，miso。miso， 还是 miso 吗？对 ，miso 是 miso。好 ，miso。miso。哎，你说。神推。我要去拿我的绿豆沙过来喝。笑死。拜拜。来抢一下，绝宝宝加油啊！宝宝，绝宝宝加油！好，好喝，绿豆沙赞，傻眼，绿豆沙好喝啊！谢谢笨的枫叶，谢谢。现在是一家一家人。被绿豆呛到，你知道那个绿豆的皮是吗 ？Miso 一直中奖，今天大跑步，蹦蹦蹦蹦，傻眼，也太快，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绿豆没有加一人呢，就是绿豆沙，雷豆沙好喝，谢谢华华的看好你哦，没不是被呛到，是那个。皮，你们知道那个绿豆的皮有时候会卡在喉咙里。谢谢怀怀的看好你哦，绿豆家人，这个有点久了。你们知道嘉义今天有一个人骑马吗？大家有看到这件事情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新闻呢、欸。就是嘉义今天有一个人，他骑着马，骑着马在路上。走，真的是马路，就是那种很平常的马路上，他就骑着马，真的是很好笑哎。对，骑马，大家可以上脸书搜寻绿豆加一人，就是对，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绿豆加一人，然后大家就会看到这张照片，大家都有看到，在嘉义的人好像几乎都有看到，不是徐嘉莹老师，附近常常有马，嗯。谁的马不见了？我的马不见了，妈，是这样吗？你骑木马，骑木马上学，就说嘉义人才不会骑火鸡，嘉义骑什么火鸡上学？没有在骑火鸡的，嘉义都是骑马上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绿豆嘉义人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哦，照片没有错的啦，谢谢大家，大家家人都有看到，很多啦，很多人都有看到，就是下面留言就会回报说，就是在哪里有看到啊，还是一家的马，哇，谁的马？如果罗威婷在的话，他已经在荧幕后面翻白眼 ，Hello， 翻白眼的瑞婷。对，第一手嘉义消息带给大家，就是嘉义人都是在骑马上学的啦。天使安安，天使应该走了，天使走了，今天跟天使去健身房健身，今天是天使第一次踏进了健身房，帮他鼓励，而且我们还上网搜寻那个什么15岁可以去的健身房，大家知道很多健身房都是就是15岁。可能18岁以上才可以进去，然后18岁以下可能要签什么家长同意书，然后我们就特别上网搜寻查了15岁可以去的健身房，然后就带着 The Ritter 进去了。天使有说，我们要现在没有去看天使的台，刚刚进到就是刚刚去的。什么 Sorry 的坏话？你们没打算去大学的健身房？大学的健身房？伯伯姐有爆料，我说今天。Today, only today, 塞一公里，要打开什么？进去拍个照就出来了，什么意思？谢谢办的人去选票，
什么意思？等一下，好喝，好喝。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感觉如何？要问瑞婷，因为我有去过我们宿舍附近的，我蛮常去宿舍附近的那一间健身房，就可能宿舍约就去健身房跑步，但是我们去健身房都是只用跑步机而已。现在笨的人气选票跟胶水，你都去那里跑个30分钟之类的，去那里跑个步啊，剪刀石头布，跑个步耶。对啊，就是去跑步的啦。我们今天跟罗瑞婷去健身房，就是去跑步跟做仰卧起坐，去那个伸展区做仰卧起坐，还有去骑脚踏车。现在还有去健身房，这样有点浪费。你说去健身房跑步机吗？对啊，也可以，对啊，可以。我们有骑脚踏车，我们今天骑了脚踏车，把那个阻力调阻力，脚踏车，这样有点贵。其实你说什么意思？你说跑步机吗？可是我们那个是算一分钟1块钱的，所以就是你跑多久就多少钱。我们今天去的那一间是50块，一个小时50块。有些学校或社区楼下就跑，我们没有，社区没有，跑不了多久，对，跑不了多久，还好啊，1个小时50块，还好啊，去到健身房1个小时60块，啊，我去的比较便宜。便宜了10块钱，搬家了，搬家了吗？学校一大堆人，对啊，学校一大堆人，跑公园或学校就带瑞婷去体验一下嘛。他今天第一次去，他想去健身房，大家去体验一下健身房啊，不错啊，一起要跑步机。请大家把跑步机知道一下的地址，然后我说到跑步机之后就这样扛回家，傻眼。一小时 OK 的，听说一家都穿，可是那个牛仔裤是那种很蛮有弹性的牛仔裤，我都穿牛仔裤去健身房了，我穿牛仔裤啊。公司的平视别准30几，好厉害哦！肌肉练起来，练腹肌，零件分批寄，不能寄哦。那我们就把电池拔掉，自己装进去，然后很蹦啊。短裤的话就还好，都穿牛仔裤去宿舍附近跑步啊。签完名记得寄回来。一家是可爱又美丽的女神，赵瑶，拜拜，大家再见，大家拜拜，下课你好啊。杰哥走了之后加个特效，大家可以收看12月跟先 Syndicate 的直播，已经预计是12月，不知道是会多久以后。可是如果我平常都播一次的话，除非我要播礼拜六。不然我也不太会等暑假嘛，直接等暑假半年以后。万一要收看1月和 Syndicate， 还有高原姐，杰哥你好，杰哥走那么快，尴尬耶。杰哥杰跟杰哥耶，傻眼，谢笨的江水，杰哥你好啊。被自己口水呛到，那被死在这里。朋友拜，我们之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史上最近的内战，刚才是不是什么？对，心结 OK， 没有什么决心。哎，杰哥，傻眼呢，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点过来，什么？点过来怎么这么眼熟？怎么这么眼熟？爵哥，爵哥，我傻眼。跟爵哥的内斗说来就来，就是如此。跟爵哥的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在这了，爵哥在他的房间。Hello， 爵哥。什么点怪怎么暗暗的？好好说话哦，大家好好说话哦。谢谢许阿，两个许阿贵，谢谢两个许阿贵的枫叶，谢谢大家。过去打一下招呼 ，Hello， 高云姐，你好，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是天使。天使的感觉，分身过来丢一下，是不是？谢谢许阿贵，谢谢阿贵。而且我今天的手机的状态异常的很良好，哎，就是你知道，我现在手机居然还剩73%，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73%，我还准备了这个保暖袋，结果发现完全没有用途，完全不需要保暖袋。现在打杂的枫叶跟许阿贵的好多好多玫瑰，因为我现在在充电当中。我今天手机状况蛮好，他之前都会说过热，然后就不给我充。现在打杂的像谁中大奖？打杂中了大奖，打杂一直中奖，现在打杂一直中奖。现在许阿贵的玫瑰跟性格的枫叶。谢谢，请大家把这些钱拿去握我的握手会。谢谢两光跟蜜手的仙女棒跟打杂的枫叶，打杂真的是上个枫叶中了100倍 ，OK， 这个很会中奖。谢谢性格的枫叶，大家可以拿去握手会啊。还有讲你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什么？把这段期间原本要拿来砸在 浪 life 里面，然后拿去握手会，拿去握手会，谢谢两个云泉高云泽，大家好，我是高云泽，谢谢勇敢的枫叶，大橘你好，我是高云泽，对面生气什么？你说高云泽吗？高云泽，请大家拿去握手会，握手会。哎，什么时候好好说话？大家好好说话，要早点追加，不然拍了哦。因为9月20嘛，9月20前就要填好了，请大家多多填，谢谢阿爸的看好你哦。我们的命令康 o 还有片吗？还是没有了？填完了，谢谢卡丘，谢谢阿爸的看好你哦，嘉义的 CD 都卖完了，真的哦，嘉义的 CD， 嘉义也就那几件，一家落后没关系，请大家把钱拿去我握手会，谢谢，握手会比较重要，比起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因为这个好像也没有干嘛，握手会比较实际。哎，庸哥，你是怎样？你不管是打杂的还是庸哥，两只账号都一直狂中奖哎！谢谢庸哥的好多好多好多枫叶，庸哥真的是一直狂中奖的一个生物。谢谢蜜手的仙女棒跟 QK 男子的枫叶，大家不要砸。大家把砸的钱拿去握手会，谢谢大家，听话哦。大家不觉得握手会比较实际吗？谢谢大家，握手会耶！ Yeah， 谢谢 Lucky， 我要把它关掉。谢谢大家，丢了很多礼物，谢谢，但大家。请把钱拿去砸在我手位，谢谢大家。没钱了，不，没关系。
大家握手会比较重要啊，对不对？握手会重要很多，少一张卷，永格又不会去握手会。永格，你不会去握手会？永格，你干嘛不来握手会？是那天有事是不是？等下去，你说物理的去碰碰嘴。哎，不要这样好吗？我们才没有什么女团生节。高恩泽，泽哥，泽哥，谢谢办的枫叶。握手会加嘛？你可以把你的枫叶拿去转换成握手券，好吗？四，那天有4484，那天有4484，那出来，勇哥出来说话。只有女团结心，没有的好吗？会这样说就是没有阿六哥哥，阿六哥哥没有这回事好吗？阿六哥哥，高吧，打杂出来说话，打杂你的兄弟呢？那勇哥兄弟怎么不见了？阿六哥哥，阿六，阿六叔叔，阿六叔叔啊，阿六兄弟如何？阿六兄弟，快把我挤下去！不要，就这样，这样很好。家叔叔才问我嘛，阿六叔叔，阿仁品君要不要加入我们的橡皮票？起身，谢谢大家。阿六兄弟，不要这样，阿六兄弟，你要握瑞婷，所以你那天其实没有事情。就是哦，打杂的要握瑞婷，勇哥要握我，懂 ？OK， 成交，打杂成交，我觉得可以，那就打杂的去握瑞婷，然后勇哥来握我，成交。你要握啊 ，Miso 没关系啊，谢谢一家家，谢谢大家，谢谢 Miso。鸡肉饭布丁，你手可能握个佳玉、瑞晴，还有谁？杰心之类的吧。对，哎，勇哥，你也要握瑞晴是吗？还有谁要握一家的？勇哥，请问一下，勇哥太过分了，打杂就算了，怎么你也这样？你手没事，你手乖，你只要跳一首心电心就没事。手心贴手心，一起心电心。Miso 有丢三张布丁，不要逼 Miso 快要吃土了。他还要筹备他的结婚基金，大家不要再逼 Miso 了。Miso 还要筹备结婚基金，大家知道结婚要花多少钱吗？结婚要什么？买租婚纱，然后要请客，结婚就直接钱砸下去了、欸。大家不要再逼 Miso 了好吗 ？Miso 加油！Miso 不要再逼他了，他在筹备他的结婚基金，筹备很多钱，而且还有什么买戒指是不是 ？Miso 最近宵夜都吃很 ，Miso 是不是没有在筹备？然后 Miso 造谣 ，Miso 年底啊 ，Miso 年底前，恭喜 Miso。你说我省下宵夜就可以握30张，你说我省下宵夜就可以举办一场什么请全员 AKB48 请 TP 整个请过去，帮你们挑一首 Love Shoes， 傻眼。一克拉钻戒大概10万，卡丘是专业，要找那个钻石就找卡丘，卡丘是钻石专业户。恭喜米手年底啊，恭喜大家。好消息就要跟大家分享，对吧？所以那个大家不要再逼咪手了，不要再逼咪手，不要再问他握几张券了，他现在要省钱好吗？全团表演，粉丝都去送红包，反正那个红包应该要包蛮多的。什么鬼？咪手加油 ！mini concert 嘛，啊 ，mini concert 不是有个惊喜吗？是吗？100桌够吗？够吗？够吗？请整团粉丝去吗？还有自己的亲属跟朋友哎、
Miso 省钱都是省来吃宵夜的，没有，大家不要再逼 Miso 了，他需要存钱。Miso 加油，頑張ります。谢谢浪客八五九，哎，不对，你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那你的重大发表，没错，维利康省应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生退桌，你说那一桌都是我的吗？谢谢 Miso， 谢谢 Miso， 什么鬼啊？帮 Miso 造谣，搞不好不是造谣，造谣就变真的了，是不是？结婚请偶像来表演，人生胜利组双喜临门，没有错，就这样。你知道，加油，加油！我在 mini concert 那天应该会蛮浪漫的，对。而且那天又是我们第一次，算是第一次开了一个小型演唱会，非常比较完整了的一个演唱会，应该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对，谎言说一百次就会成真，要说一百次吗？感觉很棒哎、欸，杀人成虎，羡慕咪手。对，大家其实都已经准备好结婚了，只是差一个伴而已。咪手直接有伴了，好吗？咪手今天进十组哎，咪手重大发表，大家开始造谣，开始帮咪手造谣，大家。加油！直接开那个直播，开直播，大家都差一个半，就只有 Miso 拥有一个青蛙，刚进来的会相信，哎、欸，不是真的吗？嗯，不是真，不是真的吗？不是七年，哎、欸，七年是七年吗？几年了？反正很多年了吧，差不多了啦 ，Miso。差不多了啦，速报。哎，青蛙刚好没有来这里看，所以青蛙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很好啊。什么不要乱看 DC 什么东西？七年养了，你少听，七年之痒，什么东西？什么七年之痒是什么？猫咪手大，大家帮咪手保密一下，算是七年，真的是七年啊，七年，造谣加油，大家造谣一起加油，真是七年，太扯了，七年很厉害耶，我觉得，就是一段感情都走到七年了，真的是很强。谢谢 Miso 的仙女棒哦，七年之痒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哦。可是 Miso 都已经那个经历过七年了，不怕了，已经不怕了。换个话题，换什么话题？13分了，还蛮快的。今天我们下次的直播是礼拜四的晚上7点半。不确定耶，我不知道会不会在阿嬷家开，因为那一天是29号，农历的29号，所以我们那天基本上会吃那叫什么啊？现在真正的仙女棒，换成米索跟青蛙要一起报20。哎，欢迎大家查询 AKB48TV 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下来报名表哟。谢谢大家。就基本上要吃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播吃东西，这样要在阿嬷家直播，我比较担心是阿嬷家的网络开不开得了直播。什么习俗就是请客，算请客吗？对，拜拜，请客，拜拜，反正鬼门关的时候我们就会全家聚在一起，阿嬷家，阿嬷的。小孩们的家人，阿嬷有7个小孩，然后阿嬷跟的小孩的家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热闹起来。所以我不太确定，不知道。而且因为好像就是请客吧，请好兄弟。然后我阿嬷说，因为不是会有
半年初跟半年中跟半年末的，每个习俗不一定。然后什么阿嬷有七个小矮人，全部亲戚啊，有可能啊，搞不好你们就会转推亲戚，好吗？直接转推亲戚，傻眼。然后呢？然后什么？我要说什么？哦，反正我阿嬷会请年啊月底，月底是因为他说这样子他们回去之后就会记得我们有请他，就是可能月初的话请就不会记得，就吃完就算了。然后月底的时候他们吃完回去之后就会很感谢我们，我阿嬷说是这样，是不是好像很有道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反正我推姐姐 ，OK， 谢谢凉光，谢谢凉光 ，Koki da luri 走，结婚就可以成为亲戚了，什么？你说谁跟谁？全部入境不会全部入境好吗？不能入境好吗？只是可能会听到声音，然后可能会聊一些八卦，应该是不会啦，应该不会让你们听到。因为我们聊天就会聊一聊，聊到什么工作，聊什么，聊很多东西。Miso要跟姐姐求婚，大家不要乱造谣好吗？ Miso 有他的青蛙了， Miso 有他的青蛙公主了，好吗？ Miso 要成为青蛙王子，青蛙公主的王子，青蛙王子一起聊，大家一起聊，记得小雨说最高品质，金娇娇应该都麻将神没有诶、欸、我们家不会打麻将。对啊，我们家不会打麻将，我们家吃饭就是都在吃饭，就是很认真的在吃饭。吃后家庭听到声音不会看到人，不是这个意思啦，不是这个意思啦。哎，有没有像罗瑞婷？不是这个意思啦。王子变青蛙，嗯，不要了，没有把话题转。哎、欸，是他们说什么？明天要跟姐姐结婚，我帮你说没有的耶，没有。青蛙居然是男的吗？没有，青蛙是公主，青蛙公主，然后米索是青蛙王子，公主跟王子要结婚了，嗯。什么时候开学？礼拜五，然后那个米索跟青蛙。傻眼，硬要转回来。一家是女神，谢谢大家。那米索是青，米索不是青蛙？哎，米索是青蛙吗？米索是青蛙吗？新的剑法角色没有，他当剑法角色已经很久了，好吗？他从刚进来的那一刻就一直在当剑法，不断的，一直在当被攻击的对象。开学期待吗？还好，那个米索跟青蛙。喝个绿豆沙，两光生气了吗？两光你不要生气，两光，哎，要表演一下这个表情，就这样，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很可怕哎、欸，你就很可怕。对啊，打杂这个等于我还可以接受哦，打杂这个等于我觉得心情蛮好的，你们不觉得很可怕吗？诶，他没有露牙齿，他这样，你不觉得很可怕吗？超可怕的。现在怀怀的看好你哦，两咪大舞团表演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加油！今天几号？现在是27号，还有一个月又一天，大家加油！一家好可爱，你真的是紧张下巴，所以是这样。一家好可爱，我傻眼，最好有差吼，有吧？我说等于跟吗？是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吗？但那是什么？眼睛很多颗吗？这是什么生物啊？感觉是很奇怪的生物。而且米索是这样，嗯，眼睛要圆一点。这什么？
这谎言很可以吧？直接双下巴举起来，举起来。不是你啊，猫咪，你啊，猫咪，你啊，猫咪是什么？你啊，猫咪，你明信片就用这个啊，不一样好吗？这个是有点，怎么腥味？是腥味吗？这要怎么讲？他是这样，我那个表情是这样，好像更可怕了，怎么办？好像更可怕了，大家安安，好像更可怕嘞、欸。一家偶戏班，偶戏班您，好可怕，怎么讲？我傻眼，我傻眼，偶戏班您。可怕什么？我说这个、啊，你不觉得这个很可怕吗 ？Hello, Team Boy， 你好，好可怕的。而且重点是，大家知道他这个电影吗？就是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电影。然后他的公车最近不知道怎么超多辆，每次出去都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宣传公车，然后就会看到他这样子跑过去，每次看到都会被吓到，直接傻眼。傻眼，你不觉得超可怕吗？每次看到那个公车，还有今天安娜贝尔也是啊，安娜贝尔也有那个公车，不觉得 TTP 的公车比较好吗？大家有搭到 TTP 的公车吗？最近返校我倒是没有看到，我都是看到他，傻眼，而且，不是啊。不是，我们这次不能写字哎，就是上次性格大大写的字，只是没有板板可以写，只好拖到下一次。如果下一次吃饭的话，只能拖到下一次。傻眼，他还没笑，还没，而且是那个牛布是吗？牛布，乡下没公车，乡下没公车。干嘛看两次？写在衣柜上，等一下回来直接被思雨。王一佳，你在干嘛？王一佳，写给阿妈，你看我要写字了。乖孙呐、啊，乖孙呐、啊，他是第二集，对，第二集了，没错。那这是第一名的，一样可以点字，然后就是直接演。演到可以写的那一天，一次写完，直接一次写完，如何？就是这样。有一段很好笑，是好笑的。为什么会是好笑的？太神奇了吧！有一段是好笑。你已经真好看，乖孙啊！乖孙啊，乖！你要演到2月30，好，大家要演到2月30，可以哦。对哦，那我们时间快转，整集都要写，也不会写那么久好吗？写字没有那么久，各种欠债，对，直接欠债，欠起来，好，欠起来，直接时间快转，明天就是2月30号，那大家我们要来念排名的，差不多，大家生日快乐，在生日那天写，好像不错。等一下哦，1、2、3、4、5、6、7、8、9、10、11、12、13、14、15，第十五名是真真是吗？第一名直接写、哦，我跟你们说，这次大家想要指定多长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原则上就是那一块板写完那一块板子写不下就没了。就是可能会断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写一块板子，不管你指定多长，我们就是写完那块板子 ，OK， 板子有限，字小一点，不要，字小一点，你们都看不清楚，金刚经什么柏林，
名是不是珍姐啊？是吗？是珍姐吗？如果是的话，我就要开始念咯。出师表。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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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第十五名是我们的珍姐鸡肉饭，谢谢珍姐鸡肉饭。Cookie 大绿走，谢谢珍珍 Cookie 大绿走。然后第十四名是怀怀 Cookie 大绿走，谢谢怀怀 Cookie 大绿走。第十三名是 QK 男子 Cookie 大绿走，谢谢 QK 男子 Cookie 大绿走。第十二名是整体都很帅 ，Cookie 大对走，谢谢整体都很帅 ，Cookie 大对走。第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名是两关 ，Cookie 大对走，谢谢两关 ，Cookie 大对走 ，Cookie 大对走，谢谢。等一下哦，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第十名是许阿贵 ，Cookie， 念错了吗？许阿贵 ，Cookie 大对走，谢谢许阿贵 ，Cookie 大对走，我有念错吗？第九名是让你的挥手 ，Cookie 大对走，谢谢让你的挥手，我念错吗？没有吧？然后呢？等一下，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第八名是 Miso， 不是乐乐科鸡肉饭 ，Cookie 大对走，谢谢 Miso，Cookie 大对走。第七名是小雨，小雨 Cookie 大瑞走，谢谢小雨 Cookie 大瑞走。第六名八七六，第六名是 Ben Cookie 大瑞走，谢谢 Ben Cookie 大瑞走。然后第五名是性格 Cookie 大瑞走，谢谢性格 Cookie 大，你是第七吗？第七名 Miso Cookie 大瑞走。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我们在十四、十五号，还有二十一、二十二号，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开小型演唱会哦 ，mini concert。然后我们十月十九号也会在小巨蛋有跟前辈们一起的表演，大家都可以去购票，谢谢大家。然后呢，一二三四五。第五名的性格 ，Cookie 大对走，谢谢性格 ，Cookie 大对走。什么？我没更新吗？是吗？第四名是彼岸 ，Cookie 大对走，谢谢彼岸 ，Cookie 大对走。第三名是浓眉 ，Cookie 大对走，谢谢浓眉 ，Cookie 大对走。然后第二名是打杂 ，Cookie 大对走，谢谢打杂 ，Cookie 大对走。第一名是 Younger，Cookie 大对走，谢谢 Younger，Cookie 大对走。所以 Younger 可以私信我说，打杂你又没有第一，你名就第二。第一名不是你兄弟 Younger 吗？第一名是 Younger， 谢谢 Younger，Younger 可以私信我一句话，谢谢打杂第二名 ，Younger 第一名。谢谢大家。然后是不是前五名可以叫我说一句话？是吗？对啊，兄弟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兄弟不要吵架，兄弟。前五名是谁啊？打杂浓眉彼岸性格，一二三四五，打杂浓眉彼岸性格，二三四五。你们可以，我应该没有说错吧？你们可以叫我说一句话哦，说一句话。你家没有练舞狮？哦，你是上次的，等一下哦。啊，给我一点准备时间嘛！你们要给我一点准备时间，好，那我再演到下一次。给我一点时间，谢谢怀怀的看好你哦，那仙女棒。哎，说一句话，一句话而已，好吗 ，Miso？ 还是你是两句话？是两句话吗？是一句话还是两句话？跟 Miso 讨价还价，大概是几句话？一句话。跟 Miso， 到底是一段真情告白？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们，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真情告白，是我爱你们，我是爱你们，爱你们，真情告白啊，谢谢大家呀，陪在身边啊。一句话里面表达你的真心就是谢谢大家辛苦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辛苦了，告白乌咪好了，乌咪谢谢你让大家注意到我，不然没有人来看我的直播，谢谢乌咪，虽然你今天不在我身边，但是还是要谢谢你，谢谢，我爱你啊乌咪，虽然你都用你的臭臭手攻击我。再见，我也爱你。谢谢花花截图，大家把这句话截图，截图，知道吗？告白瑞婷吗？我告白瑞婷吗？一句话，瑞婷，我爱你啊，瑞婷。可是我都写在我的那个生日卡片里面，大家爱你们啊，爱你们，我爱大家，我是一家，我爱大家。花花真的罪哦，是真的物理上的罪吗？还是物理的罪吗？阿贵很胖。等一下，不是前五名不是打的，好打砸浓眉彼岸性格。阿贵很胖吗？阿贵很胖，阿贵很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完全没有看过阿贵本人，谢谢大家。你家今天刘海，我每天刘海都有处理过，好不好？姐姐，阿贵哪里胖？我没有看过阿贵，你就忘我第一名的事情，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在我的脑海，什么鬼？阿贵太瘦，阿贵太瘦。今天比较不帐篷吗？这比较不帐篷吗？握手会见，阿贵会握手会，赞！看一下阿贵的身材，常看到阿贵，在一起，阿贵超，阿贵超瘦吗？阿贵超瘦吗？不知道，没看到。握手会见，大家握手会见，都有填卷了吗？为帐篷打杂，送了一个帐篷腿，现在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在一起。让我们差不多说晚安了，大家。讲个更准确的告白，元泽我爱你啊，元泽，高元杰爱你，拇指双脚卷填好，很好，很乖，大家很乖，都填了吼。还有谁？高元杰告白，元泽，他听不到吧？元杰爱你哦，以后多多指教啊。爱你哦，多交多跟我们混一下，元杰多混一下，大家晚安。还没？什么还没？大家怎么会按两次？因为不想被我忘记。对，就这样。在家怎么会尴尬？不会尴尬，不会尴尬的啦。可是咪手，你不是要，你不要再加了啦。你要把你的钱拿去那个啊，你的结婚基金耶，你的结婚基金需要你。发很多 P 去我会不会好一点？会。你的结婚基金，谢谢华华的仙女棒，大家晚上好。那个咪嗦省点钱，咪嗦加油，大家加油。别怀这个话题，再见，大家说晚安喽。存钱很难，对，存钱很难，大家加油。谢谢华华的仙女棒，谢谢，我是仙女。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喽。水果和你说再见，冰淇淋和你说拜拜。什么？茉莉的小龙虾水果一样甜，冰淇淋加牛奶的一样有滋味。噔噔噔噔噔噔！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故事。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就大家知道
SH 的喂，大家知道 SH 的那个吗？念琪，大家知道 SH 的念琪吗？其他也是企鹅，念琪。今天没有另外一台手机，念琪。大家知道念琪吗？她也是一个比较搞怪一点的少女，念琪。大家知道吗？不是那个琪。一个玉在一个其他的琪，他8月24号那一天生日，然后我就跟他说生日快乐，对，周念琪，好怪只是好像，对，都周念琪，琪，他也是企鹅，他很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我们就聊开了嘛，他就说他很想被奈奈前辈追踪，然后我就说我也好想哦，然后我就被前辈追踪了，然后他就截图跟我说，他截图跟我说好姐妹是这样的吗？那我就什么？然后我才去确认一下，然后就发现41分钟前被追踪，然后我就谢谢前辈，谢谢前辈，虽然不知道你是真的想追踪我，还是不小心按到的，然后不好意思收回去，谢谢前辈。然后这是一个在41分钟前成为了叛徒的故事，跟大家分享这个。在41分钟前成为叛徒的故事，可是念琪今天上了前辈的现实动态，我去跟他说哇，你上了前辈的现实动态，然后他就说好开心耶，可能被盗账号，被谁盗账号？很慌张，对我说怎么不想按到？不好意思收回去，谢谢前辈，可能是不小心按到，没关系，我还是很开心。很开心，传讯息谢谢前辈，可是如果他是不小心按到，会很尴尬，糟糕，卖假多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前辈一起合照，而且我还跟朱琳合照了。他知道我跟小晴出发前就跟小晴说，小晴我可以帮我跟朱琳合照吗？然后小晴说：“哦，好啊。”然后他就拿着我的照片，跟朱琳一起合照，跟朱琳的合照 get， 谢谢大家，真的对，拿了照片合照，有机会再 po 上 IG 给大家看看，真的很傻眼，还好小晴不是这样捧照片，然后没事，谢谢大家。对，小晴带了很多人去合照，那个什么思雨也跟栗子合照了，最边缘没有啦，拿乒乓比较大，拿乒乓更像了，不要乱来。你也好想跟小晴合照，不是比较想跟我吗？用 P 的比较快吗？这样比较有真实的感觉好不好？捧着应该要 tag 阿鬼，不要乱 tag， 拿平板然后放黑白照片，不要，然后还要这样拿，不要，现在什么月，不要乱说话，想跟乌咪合照，帮你自己拿乌咪的照片去 P 一下，这是一个明明没有去上海，还交到朋友的故事，傻眼。跟乌咪合照好像很不错，哎呀，谁？打杂加油，还打杂还是勇哥，大家加油！拿大平板，然后放在小晴脸上，直接换脸，一家傻眼，好像还不错，就是这样在天天的手机里的，直接问号，别人的其实我懂，没错，网络交友 ，P 的美框比较像。傻眼，
好给力的队友，对呀、啊，谢谢给力的小琴，谢谢大家，谢谢飞镖的玫瑰跟掌声鼓励。好啦，那我差不多要关播了，啥？啥？捷径开台吧，哎，没收，捷径开台了啦，37分了，傻眼，大家要说晚安喽。卡超旧饭拜拜，飞镖不要旧饭拜拜，令狗旧饭拜拜，鱼手鸡肉饭拜拜，面手不是的乐扣鸡肉饭拜拜，性啊卡超旧饭拜拜，性格旧饭拜拜，打杂鸡肉饭拜拜，安度鸡肉饭拜拜，面手鸡肉饭拜拜，两光鸡肉饭拜拜，飞镖鸡肉饭拜拜，鱼手鸡肉饭拜拜，狗鼠鸡肉饭拜拜，瓜鸡肉饭拜拜，中岛喵喵鸡肉饭拜拜，彼岸鸡肉饭拜拜，小丽爱上的节子拜拜，鸡肉饭拜拜。令狗拜拜，接话拜拜，令狗接话拜拜，小哥接话拜拜，飞镖接话拜拜，菜马新鲜鸡肉饭拜拜，阳光鸡肉饭拜拜，米草鸡肉饭拜拜，勇哥鸡肉饭拜拜，老少鸡肉饭拜拜，菜马新鲜鸡肉饭拜拜，贝鸡饭拜拜，洋葱鸡肉饭拜拜，下课鸡肉饭拜拜，林果鸡肉饭拜拜，差不多，差不多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绝哥的直播。绝哥，玉强接话，拜拜！大家要说晚安咯，帅哥就再见，大家拜拜！哎，我还有75%，我手机真的蛮给力的哦，给力的手机，大家拜拜咯。3、2、哎，3、2、1，拜拜。